最后一次，然后现在又冒出最后一次。没没没，是给他们的最后，学生还没有进嘛？对对对，学生。他说他明天就交流不动了。对对对，他说他交流只有五天时间。Sorry，excuse me。我没有说是那个，没有说是跟，应该像德国人申请的，老师们的酒到此为止，学生的酒两杯。就这么多人两个人，那么多人，哎呀，他们两个，哈哈哈哈哈哈，这个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哈，走吧，走吧，走吧，你先听我们老师做，我们高老师想表达他这个，表达他的热情。为我们的同学们简单的献一首歌，而且是让我们的同学们集体喝这两个酒。今天阿婆讲清楚了，阿拉是昨天，哎妈，哎呀，来没不适应的呢？这样的，来，主要是哎，不是，哎，不是一个一个，这个唱完以后这样的，就是最年长的学生和最年轻的学生，两个人把这个酒端上，怎么处理？反正两杯酒，行吗？Honey Doctor, ich schließe zwei Akkord für die Jüngste, die jüngste Studenten schaffen, abschaffen. Wenn ich habe keine Möglichkeit, vielleicht ich.Kann jemand vertreten? Anders, aber du, ich trinke, ich bin der Älteste, ich trinke. Okay. Du musst eines oder zwei? Eins. Einer, also nur erstmal. Das ist nächstes Mal, okay. Yeah. Okay, 在座的各位唱首日语歌曲叫《十八》。Das ist ein japanisches. 日语。Japanisches. 左航先生。我给大家唱首日语歌曲叫，因为我在日本留学过，给他们唱一首日本歌曲叫《斯巴鲁》。I have in Japan and your band. 斯巴鲁。唱这个人的唱不，这个就是这作词作曲这个人叫塔尼木拉。塔尼木拉。OK。其中呢，The text, the genre is from a Japanese Tani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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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Tanimura. Okay. 目を閉じて何も見えず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今夜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この身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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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いつの日かこの身を我れよ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
朋友的话，上网搜一下这个叫星光，叫星光。四班，对对对，就是北斗星里面最亮的那个星光。星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呀，超级工。完了怎么处理，咱们就不管。完了，我的节目告一段落。好，太好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请坐，请坐。我想知道我们的同学们愿意表同学学的代表愿意表达的表现节目吗？